叫掌声给我们护卫，谢谢。我真的很开心，哇，大家反应都非常非常热烈。对，尤其是常在电视机前面看到您担任评审哦。是。其实早期在台中市区的活动，台中市政府的活动，我就遇过虎威了。对。今天来到我们现场，有没有觉得哇，台中市政府的广场怎么这么亮啊？哎，真不一样哎。对呀、啊。而且站在这个舞台唱歌，觉得整个气氛，然后整个器材，还有整个现场的朋友，这个感觉更是耳目一新，然后非常。豪华，豪华，你看，豪华，豪华，你强调两次豪华，对，重点是今天早上七点钟，大家在这个荧幕上看到了王建民，是，哦，那我们台中市文化局从现在开始呢，嗯，每一个月份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大型的音乐展演，是，可以提升市民的身心灵，对，感觉真的好棒哦，对啊，真的好棒，而且真的就从这个定点，我们大家一起让台中更发光，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哦，更发光亮起来了，哦，那我接着这一句一定要讲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台中的朋友都发光了，哇，是台中的朋友都发光了 ，bling bling， 是，那傅威可不可以再来沾光？哎，当然要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莅临现场哈、哦，是，坐在我们现场的贵宾呢，请他们起立，跟我们挥挥手，包括了立法委员蔡景龙的助理来到我们现场，助理您好，谢谢，欢迎，也包括我们啊、哦、最亲民。最爱热闹，最爱到活动当中来鼓励大家，起来挥手。副市长萧嘉琪，萧副市长，市长好，副市长好，耶！谢谢副市长，请入座。你看这段你表演时候，贵宾纷纷的到场，你一定要带出最棒的哪首歌曲了？啊，一定的。好，下一首歌带大家什么歌？这首歌有我的名字在里面，所以我一定要唱给大家。哦、听到我名字的话，要记得要帮我们拍手啊。好啊。这首歌叫做《女人花》，掌声加尖叫。谢谢。